秉持白云老禅师的教诲，白云禅寺提供讲助学经，帮助清谈学子。梵音禅师秉持白云老禅师的教诲，与千佛山慈善基金会共同办理慈善济助活动，日前在甲仙区提供边缘户发放物资与生活金活动，期望解除他们一时的困难，让他们安心过节。我们千佛山慈善基金会是全国性的慈善团体，根据上白下云老禅师的指示弘扬这种自利利他、自度度他的菩萨精神，所以我们今天9月27日在甲仙地区，结合我们天月山梵音禅师一起来举办这个慈善济助的这种发放。我们千佛山慈善基金会一直在从事这个帮助这个低收入户弱势团体，还有对于这个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奖助学金，希望帮助他们完成教育，然后来服务社会。千佛山慈善基金会长期以社会上弱势族群中大家少做到的区块为主，每年皆办理白云心暖冬情的济助活动，并提供清贫学子奖助学金，帮助他们完成教育，待学有所成再回馈社会，弘扬自利利他的菩萨精神。十方新闻黄慧茹、萧瑞峰高雄采访报道。